还真是个称职的清洁工啊。这间就是我们的总统套房，爱哲最好的房间。我找人帮你重新打扫。不必了，我希望景小姐你可以亲自打扫。我？毕竟我们做艺人的隐私方面。爱者的宗旨就是顾客至上。景之下，你在这干嘛？我在。你是哪位啊？为什么要随便进别人房间呢？这个房间之前就是我住的，要不是我主动让出这儿，你还能住进来？傅泽义，你该不会想反悔吧？我漏了个文件。起来，你东西也拿完了，就不要打扰我的清理工给我打扫卫生了吧。爱哲是没有清洁工了吗？需要你亲自来打扫。是我让景之下打扫的。嗯，哎，但是我可没逼他，是他自愿的，对吧？顾客就是上帝，能为你做最好的服务是应该的。还真是个称职的清洁工啊。我问你，你面对提出无理要求的顾客，你不会拒绝吗？我还不是为了酒店，为了爱哲的大股东副总你啊，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再说你之前不也这样使唤我吗？本人都没有什么意见，这位先生是不是可以自行离开了？Thank you.